大家好，我是豬仔包，我哋就嚟玩啊《Hearts of Iron 4》啊。咁上次我哋咧就將西班牙打敗咗啦。咁當然啦，佢將大部分嘅地都分咗俾英國。我只係分到依小塊，不過唔緊要。咁我哋今次咧準備要嚟打幫手希臘打翻上去，希望係順便就保加利亞同埋羅馬尼亞掃平佢啦。咁然之後喺呢度西西里度，美國有成廿幾個師，差唔多成30個師登陸咗呢個西西里度啊。然之後，意大利有成哇好多啊，38、40，差唔多成60個師喺呢度，所以。佢反而唔够补给嘅，好似，佢流失得好劲啊，所以可能佢走紧。哦，不过呢度有条陆路可以翻去嗰、那个意大利本岛噶，咁当然啦，你呢度要打过去嘅，攻击嗰个 debuff 好严重，就好似德国喺呢度打唔过去瑞典咁样。咁我哋就先派一个部队过去，先系呢个啦，首先去呢度画条前线，然后就画个攻击线。画太远啦，就咁上下先啦。我执行，敌军较弱，行到过去 ，OK， 咁都又唔错噶啦。咁我哋睇下先，我哋新增个战区，呢个叫叫咩战区？叫 Greek， Greece。好，呢个叫在上面啦，跟住呢没有分派，派有啊有啊，补给不足，就没有分派，应该有的了，好理佢住啦，咁样，然之后我哋再分好少少先，个叫做 Germany， 啊 ，A N Y Germany， 呢个系 Germany。Southern Spain 打完，我哋而家將呢個叫Italy， 呢個 Italy 俾呢兩個 Lu， 哦，法國戰區三，呢個係Vietnam， 呢個係一個叫咩？一個叫。太多，这个对埋入嚟啦，这个叫 others， 反正嗰啲一个 C 嘅都唔会有咩太多嘅用处。啊，
三個，呢個就係喺 Italy 嘅，呢個擺喺最頭。擺去，OK， 啊係擺最頭，然後俾個鹽水對佢。诶、欸，去紧 ，OK， 三个元帅嘅，个摆喺头度，我喺呢度，三。三個，三，對埋上，啊咁樣好啦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三個就畫條前線去。先啦，第四我就畫前線，就係同得到呢度 good。较强唔紧要，塞住喺度啦。咁就 OK， 呢个 OK 啦。三，就好呢个 C， 个 C 去。就呢一隊個部隊都畫一個線，三個部隊喺呢一度，第四個就中間度登錄，想登錄，部署咗先，部署咗先，先擺佢喺度，先擺佢呢個省，咁啊等佢慢慢喐下先，啊跟住就呢一個師就行鐵路，我哋交翻五倍速。睇下呢度，箭頭有啲去呢個港口，有啲去嗰個港口。兵，我哋而家有80万嘅人，我哋開始研究原子彈啦，不如，定係我哋要研究下？推下啲飛機先，而家先1940年。
炸機、戰鬥機、戰轟炸機、轟炸機先。而家睇下先，槍唔夠，我哋要繼續啊，多啲軍工廠，加七加八加九加九加八加十加啊。加泰都是我的，但是不要起住，跟最后和谈完，跟住就帮人起咗。好，慢住，你揿到上个顶度。就咁样。耶，睇下制海权先，制海权冇问题嘅，我哋制空权有啲问题啦。意大利半岛呢度系唔够飞机嘅，但系我暂时亦都冇工厂去起飞机嘅，呢个系一个重点。我哋开始啊 ，send 我哋嘅炮兵师官。因为炮兵师比较少，所以先用了这个先。如果直接将步兵师 extend 话，可能我哋又会扯晒。好，呢个系40灰。睇下有冇啲將軍可以學下技能先。呢個冇元帥啊。做2%恢复速度最大策，对最大策划啊，最大策划减20。20%嘅白色嗰个补给，好。有嗰个选择，好。加我哋睇下佢行到去边先。美利堅改變了，取消租借法案。差不多到了已經。
睇下得唔夠補給先，爆咗嘅補給，冇喎、啊，哎喎呢個補給，哦好少啫喎、啊，喺呢度缺曬啲補給，我喺呢度，38 ，OK OK 冇問題。好，等佢 ready 先。部分未就位，爭少少啫喎，爭幾個啫。快啲，行到啦，有 60%。好，我哋開始推。好啦，呢度開始講緊啦。啊，我諗佢好快。快就推過去嘅，佢嗰度唔係好多軍隊，且唔係好強，係一個重點。我呢度唔夠補給，可能連住就會好啲。希望打唔打得過去，又未就位。快啲就位噶！呢班友做咩唔就位啊？全部都企定定噶啦，唔夠補給啊嘛！啊，我哋爭30,000支槍，一部戰車，部車輛。裝備爭3000，野炮3000，啲戰炮唔夠工廠，反戰車炮要係野戰炮，因為我哋轉咗嗰個40寬，所以而家嗰個我哋一睇，哇！呢度唔夠補給啊，唔夠補給。睇下先，我哋收一收嗰條攤開啲，攤開啲嘅話就推得好啲啊！應該工廠嚟啦，炮。OK， 我哋唔夠資源，葡萄牙啦，葡萄牙唔需要運輸船，我嗰啲都唔要啦，捉曬葡萄牙啦。仲有咁多間，俾埋你，爭咁多，炮炮炮炮炮，而家哎唔错，差不多嘅，睇佢先，经验减25%，补给消耗减7，豪沟加1。
我覺得你幫拖推得幾快脆。哇！要砰砰聲彈出嚟。魔步型、騎兵型、機步型、反人員能力加5%，陸軍夜襲、反裝甲，呢個啦。好，我哋繼續生多啲炮，生啲槍先。生產過時嘅裝備，衝鋒槍，轉槍呢個，唔過時啦。有啲補給如何？黃色 over 咗一啲。问题不大嘅，唔打。哦，啲风嘭嘭声弹出嚟，嗰啲枪嘅风。我哋继续拣啲，放嚟起啦。八、呢度九、11、九、八，八，九，八。就上去，后就睇下先，等我顶到。OK，梗系要爆工厂。好，呢度已经部署晒喺呢边。哇，澳洲呢、這个唔系呢个系加拿大嘅。好，呢度我哋夠。佢都守住啲港口，我一過咗去嘅時候，西拿。好，怼晒落去，好，嗰两个先推呢度就 OK 啦。咁嗰边我暂时唔需要理佢住啦。然之后呢个系咩？我就花时间喺呢度啦。两个，兜佢后栏嘅。哇，咁多港口啊呢度！好，登落去。啊？What？好型。哦，因为佢防守紧，所以，OK，冇问题。好，唔需要啦。我只不过系用呢个 command 嘅移佢过去，即系懒鬼。因为叫佢通常要移到去个港口度，然之后再等佢移晒之后再过去，咁就好麻烦。你可能有时要逐个揿或者要等好耐。我哋两个先登陆呢度去
呢度好啦。就 OK go， 跟住其他人呢，其他人集合去呢个港口坐铁路啦。一日就到呢个三日，唔紧要，佢嗰个要14日先至可以过去。份人未就位，哇！呢度好似頂唔住，去爆喎！停一停先，好無謂嘅犧牲走過去。哇！一下子俾人去爆咗，我哋睇翻希臘嗰邊睇下咩？即係呢邊。廿四队一起推过去，之后啊，我哋可以划过条进攻线啊，个保加利亚去爆佢，之后啊，全部去呢条，走。呢条先，高高高，到呢度一直扫上去就系，同哦苏联追都打紧啦，反线。这个是好，整个西西里岛都被他保护啊，哇那裡又被人包圍了，咁比較難打，就可以，OK， 呢度打緊，哇呢啲喺呢度打緊。打劫入去，夹到嘅话，呢个就可以夹死。得，唔得？啊！哇，嗰度好多人，
浪費。補給冇問題啊，過咗中間嗰個低補給嗰個地方。講又嚟啦，呢度三百，四百。炮重要啲，大炮啦，仲唔够抽啊？后二期嚟嘅，個希臘哥好 aggressive， 橡膠工廠，哦，下煉油廠先，煉油廠。起炮，炮，呢度是多定少？哇！呢度推咁耐嘅，索菲亞。我哋有工厂，我睇下边个百五、百四、百三，装备。到呢度仲有兩，爆圍咗。
共有共做乜鬼啊？贏佢啦嘛！都維埃主義聯邦對伊朗宣戰。屬土耳其議會的黎明，這會是永恆的和平，還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？偉大的聯盟工作，土耳其議會，即是他搞了一個陣營出來。喂，阿富汗加入。OK， 即是成住一起跟蘇聯打，但是蘇聯應該不怕他啊。蘇聯我玩很多次，蘇聯連德國都可以推爆的，雖然有時會被德國推爆。上次玩中華民國就被德國就被蘇蘇聯就被德國推爆。好啦，去到哇，羅馬尼亞邊境，有咁大鑊。班友仔唔喐嘅。哎，你去唔喐嘅？我咪冇食飯，有啊，有飯食啦。可以死咗個喎，敵軍強較強喎、啊！哇哇哇哇哇！俾佢砰砰聲推遠過嚟啊！喂啊！好，打得好金。有兵啊！哇，70个 shit， 当不当？滚唔滚得切得够佢哋？冇人嚟帮拖喎，得我同希烈喺度打。有百几万人口咁癫嘅呢个。官司有比较快的方法增兵在那边。我哋睇先。我哋啊，俾個炮兵，個炮兵過去呢個度，
呢啲咧，我哋就擺落去呢、這個，仲有啲嘅，仲有呢個係擺度。希望頂得住啦。哇！呢、這個絲唔掂當，瓜柴，有力咁滯。河流。暫時 OK， 有啲喎。冷靜翻好啲。推翻嗰一格嘅比較重要，如果唔係。有工廠。三萬六喺房先，八格嘅格七格，哇呢度十格嘅格八格格。好，繼續爆工廠。Okay， 就咁。呢度冇問題。翻真好。你要 推得順翻，油位減五十，手控住先。因為如果自動你又手控得太多咧，佢就會搞到好多未準備好嗰啲電。減50%，就變成會扣好多個 backup。反共產襲擊，殺佢！哎，仲係侵略戰爭，就係因為挑起咗對，就係挑起咗對嗰、那個西班牙嘅戰爭，就變咗。我也不行。好，加油啊！
走得差不多。他們戰力低是因為槍未起得回出來，剩13萬支槍，快點爆到那些爆到工廠出來，但沒有人站。真的很多人軍較強嚟噶，哇！又推翻過嚟啦，周的和平，我嗰啲都 focus 做得咁鬼慢。包圍的那個，哇！又死了一個師，調多一個部隊去好了，再畫去呢度，去有啲嘢可以到到畫畫。加400%，攻堅守120點啊！但指揮點數 cap 係最大100，一攞命。有到啊呢度，有唔到啊！危險，我個嚟到未？我緊船過嚟啦。啊，好危險！綠色，不慶幸。嗰度平均炸機哦，好啊好啊，就向呢度走唔走到？呢度有幾個？得到啊！希臘嘅我就救佢唔到啦。OK。好，繼續。
槍，全無限嘅槍。哦，加油啊！呢兩個走到啦，應該走到啦，走到啦，落去翻曬 fallback line。冇戰機啊！轟炸機，戰前轟炸機，實轟炸機，試下啦，三四五，機都冇，人空支援，七號到啦，5%，37%，你頂住咗啦，我哋撤退咗啦，17個到未？我都到啦。17個都到的話，方制空優勢耶，我們有翻80%，good。好，跟住我們畫個進攻先，好打橫一條，80%，非常之高，有風80% bonus。有52萬支，個Battle Plan Bonus就唔同發嘅啦。啊，佢好搞笑喎！我退後嘅話咧，羅馬尼亞嗰啲咧就走嘅。佢真係好搞鬼喎！好，保加利亞投降了，非常之好啊！好，咁樣，奧卡，好啊。在離島同埋呢邊，好，我打翻呢邊先，放喺你嗰邊打。而家呢度咧要畫個線去如果贏的話就很快的，好細，
教弱的多慢慢起。好強的羅馬尼亞，電車難，坦克的寬度仲少爆。嘣一聲彈上去。51。還好，還好。加啲力俾佢。哇！變咗減20添。低空優勢，個敵軍較弱嗰個 buff， 好大鑊，而家唔夠抽。空優咧，空優消失咗，補給咧，補給唔夠補給啊！不夠補給啊！呢度阿芝打得咁辛苦，哇！呢度有條河啊，好麻煩，超麻煩。咦？系喎，冇破壳，有壳啊！咦？部隊，係好啦。
攻。去。咩咯？攻。哦，嚟得。繼續生槍。慢嘅槍。等幾多？百幾日。格仔，石油，哎哟，呢格都系推唔喐，过唔到河。夠補給，夠補給嚟噶，但爭少少，爭三，爭一，個運輸艦。有四个船厂，喂，多十个工厂咁犀利嘅，哦，廿六、三五、三十六。得够补给啦。緊緊夠，休呢？通休冇，通休冇嘅話呢，你就緊啲就 OK。唉，有工廠啊！八日，九十日，百日，百日，即系车辆可以少啲。哦，我再加一个。诶，而家同罗马尼亚顶住啊，有73个 C， 100万人口啊，哇，我得40万人口。边？300万陆军。八加一个，118日，大概一个十日到。嗰啲都200零日，呢个180日。打唔喐，打唔喐，辦法，咩辦法啊？
有兩個在後面。手機啊，月格啦，54日。呢度我哋睇下，哇！我哋嘅戰船，開始。87級，呢一比一。巴利亞，保加利亞。20万人，罗马尼亚，啊，哇，1-2，惨，惨，伊拉克投降了。南美啊，呢度啊，哇，咁样，土耳其俾人打咗。克伊朗佢都接咗咁多，阿富汗都仲冇乜嘢，都咁样，哇！俾佢咁样劏咗，成个云南出翻嚟啊！先看看 yeah， 這幾個還不動的，這個真的不動的，打死都唔喐，好，咁就整死你哋，揾佢去，揾佢去，佢去登陆佢后边。登陆呢边。三。咦？咦，那三個是，哦，三個是你的 ，OK， 六，六，呢度。
好仔海拳啊 ，cool cool。Oh shit！ 唔得，三個武仔，海拳燈籠都好。男上嚟。推唔喐噶，喐，讲，隔七格，隔八格，七格。格，格，哦，呢度推喐咗，原來，哇，呢度推，哦。分較強，聽搞咩啊？冇補給啊！咁定係冇制空權？喂，而家呢度有制空權。percent， 又唔夠補給。收，三日。你繼續，誒呢度個仔空拳又，啊又搶唔到咁。而家仲未得閒起多嘅戰，
得。幫拖幫人拖得唔得老級啊？得老級噶，所以我幫就會越忙，就玩燈籠套嘅咧，佢自己本身唔夠。太多人逼曬喺度，補級四升。百幾日啦，而家都燈都暖，係夠多人，所以佢唔漲。我打得嗰五十個師，十個打五百個，點打？問咩？哇！蘇聯喺度圍我嗰度，過河咧？夠唔係好夠補給，啱啦，拖下啲組織度，我就嚟推你。睇下先，到十幾，到二期投降了，到嗰度和談，到係咩料？係蘇聯，蘇聯攞咗呢度，話控制咗呢一個，佢主要應該係想搶呢一個口嘅。土耳其就做個傀儡就 OK， 當阿富汗嗰啲都反國際陣營，共產國際，哇，都係大東亞共榮圈立嘅，中國就得翻一 part 仔。芬蘭都是一個中立的，
唐蘇聯冇事發行，挑曬我哋兩個，挑曬你三個啫。就綠色喎 ，good good good good， 機會啊，有機會，接咗呢個可以圍嗰度。玩陰啲陰啲，哦呢度搞掂啊呢度，搞掂 ，OK， 好呢度，入佢，耶，搞佢爛 game， 好我哋補級四。一萬，誒唔錯，兩次夠啦 ，Oh yeah， 我哋 get， 我哋再偷襲呢度，偷襲啊呢啲叫。跟住呢我哋喺激戰到叻技，好我哋喺呢度箍實佢，哎呀打唔入啊，因為過河嗰度幫下手得唔得啊？上面 80% 啊，上面又唔幫下手，上面幫下手可能就 OK 嘅啦，頂幫下手啦，80%。啊呢度唔夠補給嘅，改進戰鬥機，鬥機啦，鬥機嘅時候。真啊！睇呢啲呢啲，快啲！咬佢啊！咬錯啊！咬錯啊！帮下拖得唔得噶？喂，唔好走啊！唔好走，唔好走啊！嗰邊又嚟推我喎，站在戰鬥機，
好好好好。減20%。等嗰個補給四啊，補給百日啊，陰公百日差唔多1945年都嚟。守住先，打緊意大利。我哋繼續。81，哦，唔錯，100多日，109日，支援裝備，裝備，睇下可唔可以 gap 到德國先，呢度推。嗰度要過河啊，麻煩嘅地方又難，又留頭去計，但係仲包圍唔到佢咯，推得贏佢係推得贏，都控唔到佢嘅戰力。上面又唔打嘅喎，真係牙就喺度嘅啫。荷蘭。杜森堡荷蘭比利時都要控制喎，但係好難控制。李昌，八格七。反抗軍喺度搞，打緊。
海軍轟炸機。哇！我俾佢推過嚟，佢推過嚟喎。都有嘅，炸佢先。咁样推落嚟，希烈拒绝俄罗斯最后通牒，话唔系啩？女照常进行，稳定有降，系有。港產出淡啲，十個打六十八個。八個營，哇！佢多啲四十官嘅，哦，哦，四。偵察營增啊，空軍多傳都要同嗰個陸軍嘅 buff 有關。喂，好嘢，搶翻呢一架。得好。羅馬的陷落。哦，直接跳去羅馬度登陸。
佢通常係咁嘅樣。我試下超下佢先。係投降過，佢又變翻。照計佢應該係已經復生過，但係佢仲有嗰支白旗喺嗰度。問下先，船隻船，太空優勢得地面支援加15%。又撩到喎 ，OK 喎，好，抽抽，都 OK 嘅。推下佢先，一，下佢，下佢，小機，起碼有6%先。是反人員能力哦，加步槍，誒爭80000支啫，204日就搞掂。好，再嚟，有兩個，跟住我哋要起啲機啊，係咪啊？我哋真係差唔多先啦。可能要起自爆之類嘅，幾爆爆買。哇！成千幾，
安全都要起炼油厂，起炼油厂。啊！油厂。补给，多139日啊！开采，机会收敛，唉，收敛啊！同我哋开战。话推过嚟。诶，敌军较弱喎、哦，哇，推得喐，犀利！过去。系啊，又逃避兵役，无能为力，又要我花时间去。征召暴动，哇！好。哇！佢推翻过嚟，加紧。喂，冇咗，冇咗，冇咗。突然间，敌方教约会冇咗噶。大嘅力你睇下，搭個絲嘅黐孖筋，打打下佢就會搞完，越打越強。跌到推咗佢。
去。差唔多。多啦。唉，原子弹啦。应该比较麻烦，即系原子弹都唔系话好实用。啊！哇！推到咁样。但翻呢個 80%， 但係都唔係好睇得喐。呢度有機會推過河，放下手啦。一個明智的決定 ，OK。加油！哎，過得九啊幾 percent， 睇下過到河啦，過到河啦。我部加勒斯特已經揸格啦。飛嘅話，好快可以推爆佢。個河就神仙嘅，過呢度82，過12%。我試一齊推好唔好啊？18%，要兩日。九啊九啦。
搞掂。奥加纳斯特揸格啫，我喺度做乜嘢？过去，加纳斯特，泰国。哦哦哦哦哦，只船冇冇港口，漂浮咗喺海度。哇！呢度俾日本打到，我阿媽都唔得。哦，得唔得？誒 ，OK 嘅喎，佢冇組織到。奧加勒斯特搞掂咗，都投降快啦喎，36啦喎已經。希望提供40條運輸船有啦。96啦，差唔多啦。马来西亚投降了啊 ！OK， 继续。我收个前线先。系。拉德，就向呢度推，就哦，有幾多？对啊，冇补给。补佢，补咁有趣。哇！嗰度走紧，练推肉嗰度咁多人，竟然推肉。受傷了，有補給啊！教養，翻。呢兩隻係做乜嘅？喂，呢度咁頑強嘅，鬼嘢！哦，幫手啊！
八四。哦，佢又吸翻埋嚟，就繼續推啦。哇！呢度個 buff 哇哇哇哇哇！呢度咁嘅，呢度推咗少少，呢度推佢啦，得唔得？有力嘅，打緊嘅。做得到。呢度係丹麥推翻過嚟嘅喎。喂，呢度綠色。喺呢度綠色喎，幾好。打過嚟先，俄斯，喂，得翻二十幾萬人口啫喎，喂，推喐咗啊呢度。哇 shit， 加上去，彈開，我瑪利亞投降了，非常之好啊！哇，終於都打到佢投降啊！收埋嗰度少少先，
拉夫，你，OK， 南斯拉夫系我哋 friend， 啊，终于搞掂咗呢度啦，哇，呢度打呢度，南斯拉夫有几个师啊？哇，21个师。幫佢抽，好呢度，唉，冇理希臘，幫佢抽，就打呢邊。入意大利，的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啊就打到呢度先啦。今集，我哋今集就成功咁样啊，帮希臘打咗保加利亚同埋罗马尼亚，后啊。在德國和意大利那邊好像打得都不錯，哎哟，西西里島又被人知道，嗯，就是得回德國、意大利和斯洛伐克，我們的C的比是大概2-1，工廠的比大概是3-1。就12000對10000，但係仲有大東亞2.4，即係13.0，即係差唔多都係1-1咁上下。但係我哋俾日本嗰邊打得好慘，印度已經俾佢打到咁樣，可能都、哦、我嗰個師都冇咗啦。咁啊，英屬印度可能會俾佢打完，咁打完就唔知佢會走去打邊度，可能會打下邊何屬東印度嗰啲咯。係啊，泰國佔咗嗰度。咁啊，日本係一個比較難對付嘅方啊，但係我哋要先搞掂歐洲呢邊戰場。好，咁今集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去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